菜品中出任何问题，可控制时会暂停比赛，交由三位裁判将场作出裁决。请问在座各位有冇问题？冇嘅话，而家先请正方主席发言，仲有小公事。有方強調一人一票對音樂人的重要性，但其實這樣是對音樂人的不公平。自1959年格萊美獎開啟歷史上第一個樂壇頒獎典禮，當時由國家錄音學院的成員投出獎項。63年除了格萊美獎，全球出現形形色色的頒獎典禮，辯題亦應運而生。辯題的專業評審就好像格萊美獎所邀請的音樂工作者一樣，例如歌手、作曲人、填詞人乃至是電台 DJ 都好，而樂迷泛指是一些熱衷音樂的一般大眾。
所以主辦方往往獎項都係以一人一票或者係唱片銷量嘅等指標作為決定。不論年代形式點樣改變都好，我談頒獎禮都係一個極受關注嘅平台。因此，頒獎禮應該係要高獎喺唔同崗位上面表現傑出嘅音樂人。當然，一個音樂人嘅藝術同埋商業上嘅表現都係非常重要。因此，專業評審同埋樂迷為指標都有其參考價值，但要衡量辯題，就要睇以何者為主，更能夠彰顯到樂壇頒獎典禮嘅原意，令樂壇更健康咁樣發展。我方認為多數獎項應該由專業評審選出，原因有二：一、專業評審比起樂迷更能夠識別高質素嘅音樂作品。雖然音樂作為藝術，每個人都有不同的品味，但是要評價音樂的質素都要有一定的程度的認識。正因為專業評審的工作性質，令到他們對音樂的分析比樂迷更加深入。好像港台音樂副主管林廣滔那樣，他要跟李志剛等電台 DJ 一起揀歌，為了滿足不同觀眾的口味，他們每天都要在資料庫裡面聽六至七個鐘頭來自不同國家、不同風格的歌曲。而這些經歷亦都有助專業評審具體地去評價一首音樂的質素高低。例如香港的樂評網是由這個網站是由多名的本地音樂工作者所組成。前年所公布的十大唱片之中，評審不論是風格，他們都會解釋投給他們的原因，並且對比歌手過去的唱片的質素，以及將他們同外國的歌手都作對比。但是樂迷並沒有以上的知識，他們通常都是當音樂為娛樂，不單止是品味比較單一，他們在衡量什麼為優質的音樂的時候，都很容易被其他因素所影響，例如歌手的外表談吐等等。以今年青春頒獎禮為例，盧漢庭和姜濤同時奪得這個我最喜愛的男歌手獎，但是前者表演那陣時走音了23次，後者更加是沒辦法完整地表演自己的歌曲。即使是這樣都好，一眾樂迷在頒獎禮的片段裡面留言，表明盧漢庭的表演雖然不如其他的男歌手，但是都是會因為他態度誠懇而支持他。可見樂迷更加容易被其他外在因素所影響，較難去針對音樂質素去評價音樂人的實力。二、專業評審比起樂迷更加清楚產業的運作，更能夠合理地去決定特定的獎項。其實一首歌的產生過程一點都不容易的，首先是需要作曲、填詞、編曲，然後再交給一些唱片的監製去選曲，最後才至到歌手錄音演唱。每一個部分對一首歌的製作都不可或缺，所以幕後同歌手一樣，同樣都需要被認定。但是樂迷只是見到音樂的最終成品，不清楚各部分的定位，又怎樣去決定呢？但是專業評審正正可以利用他們以往在音樂行業從事的工作經驗，去針對一些不同的表演去評分。因而叱咤頒獎典禮的我最喜愛獎項只會持有歌手團體這一些整體質素的獎項，但幕後大獎只會持有專業推介。正因為一般樂迷只是識評核一首歌的整體的水平。最後想問一下友方，我答翻獎禮是否應該以音樂作為標準，而不是其他因素作為判決？多謝大家。比分表現用時4:07，冇超時，無需扣分。跟住係公辯環節，公辯一方可自由挑選對方一方一位辯護回答問題，並假設對方發言追問，回答方不得反問，不得打斷公方一方發言。而有違規，公方一方可以及時指出評判，並同可直接扣分，每次一分。而公辯一方如常發言，評判可指陳述嘅是否扣分。請問張方嘅問題，請評判注意，前者公辯分數時，請特別留意前者出字，特別是反方分子。第一屆已經發言次序是發言次序回答分數，第二屆先是發言分數。好而家正方請自由派出入位辯護助攻辯，請你自由選擇反方入位辯護助攻。主辯。好，正方公辯開始，你有兩分鐘時間。有方同學有冇聽過啊？有啊。你喜歡這個歌手嗎？我個個都聽這個歌。有方同學，如果你喜歡的歌手反而拿不
就帶俾個 MC 迪巴攞獎喎，你會點睇啊？我冇所謂啊。咁有分同埋冇睇成績啊？有喎、啊。好唔好睇啊？唔好睇咯。有班同學專業評判嘅思維太過落後啊，點算咧？啊？點會啊？唔收唔有班同學，你呢個專業評判佢係點樣落？點樣定義出嚟㗎？係要係一啲喺專業領域從事過嘅。等先，有班同學喺邊度？其實專業評判係由一啲老歌手同埋老一代嘅音樂人嚟評選出嚟㗎。咁咪真係有專業知識咯？哦，咁樣有專業知識有班同學，咁係咪要拍埋樂理宣傳算係咧？係啊。有班同學啊，咁如果啲老歌手仲係停留喺嗰啲萬果情歌嘅時代，咁樣點我咁樣係咪一咁樣咪會阻止新歌手嘅多元化發展咯？咁咪有新歌手做專業評審咯？咁而家點樣用由新歌手做專業評審咧？用老歌手去評審咯？有班同學其實專業評審咪就等於冇問題咧？唔一定噶。有班同學其實樂迷投票係對住音樂風格嘅多元性好重要嘅喎。係啊，但係專業評審都做過啊嘛。有班同學其實頭先同我哋講落後現象，我都你都承認其實係做唔到，但係我哋已經分為我哋主面已經講咗三個層次。第一個層次就係從獎項出發，樂迷投票比專業評判更加分數決定性更大。第二就係從一個頒獎典禮出發，設計俾樂迷投票嘅專業嘅獎項比專業評判決定性更多。第三就係從一個城市出發，整體而樂迷投票比專業評審決定的頒獎但係更多，有班同學頭先講咗格萊美獎，只是我哋第三個層次入邊其中一個獎項，咁點解一定要全部專業評判選先可以提升樂壇質素咧？奧斯卡都好多人睇到。有班同學知唔知奧斯卡同埋電影同埋音樂行業係綁喺對比嘅？甲方一副側邊的時候，二副就係評判自己。
就在各位先處理姜圖也分別走音事件啦。其實咧，姜圖本身經過全民造星，經過咗有方口中嘅專業評審揀出嚟嘅。咁點解就因為人氣高就變成咗有方口中嘅靠人氣呢？如果表演失誤咗，就係咪唔見得攞獎呢？嗱，今日啦，有個歌手係有邊個歌手咧係冇表演失誤過嘅？陳奕迅佢都表演唔記得歌詞啦，今日唔知得攞獎咧？講翻正題啦，回答一個基本嘅提前處理嘅問題啦。嗰啲樂壇係乜嘢嚟嘅咧？管理音樂監製黃春俊指出啦，樂壇唔係淨係得輸出音樂嗰一班人，有整歌嘅、唱片公司、宣傳人都係樂壇嘅一部分。但係聽歌嘅佢哋先係樂壇最重要嘅人。所以今日討論嘅係頒獎禮用乜嘢方法評選，可以令到樂壇唔同持份者有最大嘅得益。再者啦，好有翻口中嘅以評審為主，咪冇問題咧？首先講翻評審嘅組成啊，嗰一樣有標準模糊，甚至有認受性嘅問題。就算係台灣金毛獎嘅金曲獎，有咁多人士嘅頒獎禮，甚至有當地政府機構嘅參與，而且仲用埋專業音樂人嘅作為評審，但係多年嚟都俾人扣病標準模糊，就好似無辜同埋高人氣嘅偶像歌手，長期都得唔到評判嘅青睞。專業評審用啲咩標準去決定一首歌，一定都俾人質疑。更加重要嘅係俾公眾評判投票，專業評審更加容易俾人質疑佢哋同歌手有利益嘅關係。就好似2016年台灣金曲獎華研唱片旗下嘅劉又嘉就攞咗最佳男歌手獎、最佳國語專輯獎等。評審車嘅林慧珍就俾人質疑曾經同華研唱片合作發行專輯。我方唔討論網民嘅質疑係咪合理，但評審嘅背景同邊間機構合作，無論都係實至名歸定係名落，其實都惹人討論，遠遠比起公眾決定為主觀感更差。討論翻歌手，對歌手嚟講，專業評審同公眾投票為主，對佢哋有咩意義？專業評審嘅決定對佢哋嚟講，梗係一種肯定，甚至因為作品獲得評審嘅肯定而引嚟大眾嘅關注。我方同意專業評審嘅重要性，所以變頭係討論投票比例、獎項數量。點解一定要做到評審嘅決定為主呢？相反啦，我係投選為主，喺投票前同過程中，對歌手嚟講都已經係一個俾歌樂迷認識嘅機會。公司會大力宣傳，自己會希望吸引更多嘅樂迷做更多嘅作品同發展。到到得出結果啦，就算歌手冇攞到獎，都會知道自己嘅作品同表演受到樂迷嘅認可同中意嘅程度，就會有更大嘅動力投入到音樂事業，不斷探索同創新。就好似今年嘅叱咤新力軍組合銀獎，就係由自知出道嘅 Lonely Talk 得到，得咗咗佢哋嘅定位同音樂方向。對歌手嚟講，活動從來都唔係獎項咁簡單，係一個公道嘅市場調查結果，一個斷定發展方向嘅機會。再問有方一副，如果樂迷嘅意見係少數，咁可唔可以充分反映到市場嘅需求，推動歌手多方面嘗試呢？然後再講翻回答有方一副主辯嘅問題啦。佢哋話專業評審先至可以揀出好嘅音樂，但係樂壇佢最受眾嘅其實係歌迷啊。嗰個頒獎禮其實正正就係為咗連接歌手同樂迷，講嘅唔單止係唱歌，係嗰個風格係要講求人嚟嘅。所以是否迎合大眾呢？如果低個錯落歌，是否就會被樂迷忽視？如果不理樂迷意見，是否得罪各位了？人邊得罪？開一副用時3分11秒，無需時無需扣分。跟住是反方第一副，無需有3分鐘時間。主席評判隨各位大家好，歸納翻有方同學。有方同學話努力就可以攞獎，但其實所有音樂人佢哋都係好努力㗎啦。咁有方同學識唔識個個都掹個獎俾佢哋啊？再者咧，歸納翻有方同學，有方同學話幕後嘅曲詞編監佢哋樂迷冇資格評價，而歌手咧亦都淨係評佢哋努唔努力嘅啫。但係問題係，如果淨係睇佢努唔努力，應該去其他比賽評啦。咁點解要喺樂壇頒獎典禮去評咧？再者有方同學話今日咧大眾口味比較多元，但其實幾廿年嚟咧佢哋都係聽情歌㗎啦，呢啲唔通又係叫多元咩？再者有方所以有方今日咧口中嘅多元咧，就係咧 Mira 佔叱咤最喜愛歌曲10強中嘅6成啊！再者，即使新加坡新穎啊多元，但係都唔代表嗰首歌好聽㗎。所以咧，評判唔係以人氣，而係以嗰首歌好唔好聽嚟運用咗啲咩技巧嚟作為佢嘅評審標準啊！其實相反啦，如果用評論嚟作標準嘅話，佢哋都可以令到啲冇背景嘅人出到嚟㗎。例如咧，就係2022年嘅叱咤新人獎，就係由一個中五嘅學生，佢冇任何背景，黃明德攞翻嚟。相比起嗰啲有方所講嗰啲，永遠都係人氣最高還數曬，更加有可能令嗰啲冇背景嘅人出到嚟啦。好啦，再講啦，有方同學佢哋嘅主辯問啊，係咪吸引到樂迷？係咪冇評審係咪吸引到樂迷？我方話係啊，其實國內美啊、奧斯卡等等嘅獎全部都冇樂迷參與啦，年年都係好多人去討論嘅喎，所以結論係關注度咧即使冇樂迷都好，仍然都係可以做到出嚟噶。再者咧，其實而家叱咤得一個得幾個我最喜愛獎項，佢哋都好多關注度㗎。咁同學，你仲要增添更加多嘅我最喜愛嘅
個月十號先要夠關注度，先叫投入呢？可能最後其實呢，樂壇我頒獎典禮嘅原意呢，唔係為咗令樂壇吸唔吸引，而係要揾出嗰一年最好嘅音樂。雖然每個人都有自己嘅主觀意見，但係要評論一首歌嘅好與壞，都唔可以淨係憑印象感覺。所以呢，台灣專業樂評人崔光宙就指出啦，佢會分析一首歌嘅創作背景、形式結構乃至精神內涵。所以呢，一般人既冇相關嘅知識，又唔熟音樂嘅歷史，佢哋係根本做唔到有層次嘅分析嘅。以欣兒嘅《詩曲為鏡》為例啦，喺香港樂評網中被專業樂評人推薦為十大嘅歌曲。所以咧，評論咧聽到欣兒嘅健美呼吸加快，係呼應緊離別呢一個主題，更加拎埋填詞人黃偉文喺1996年寫嘅《時代曲》作為對比，指出咧兩首歌其實都係講緊社會劇變。呢啲就正正係崔光宙講嘅專業分析。反之呢首歌喺 YouTube 嘅評論區，大多都只係讚佢好努力，好有大唱之風，甚至素顏好靚女，又好關注到佢嘅技巧。黃偉文又有冇關注到黃偉文嘅歌曲嘅細節呢？通通都冇，就係因為大眾唔識深入分析，所以就會以外表性格去評論一個歌手咯。嗱，所以評論咧歌曲嘅好壞，樂迷都做唔到啦，更何況係要評一啲甚少接觸嘅曲詞偏監咧？台灣金曲獎咧，評判翁家明都話：如果評判唔識分呢個編曲同埋作曲嘅分別，最後就只會淪為評呢個靠印象評分。請問咧，有風狼喺呢個風氣底下，仲點吸引幕後入行咧？多謝各位。首先，有分樂迷認識唔到，係咪樂迷全部或者大部分樂迷都係睇你口中嘅樣咧？曾經順東攞過好多次樂迷投選下最佳嘅民選男歌手㗎，鄭欣宜都攞過女歌手獎。想問有分樂迷佢哋口中嘅靚有幾出色咧？唔講佢哋，林家謙、湯靈莎都攞過獎㗎。2011年有蘇永康係憑住那誰啊攞過叱咤十大同埋專業推介喎。有分同學，分樂你聽主面講咩？嗱，一直喺度話隔台未獎台灣金曲獎，我哋主面講過樂迷投票為主殺，分為三個層次。第一，從一個獎項出發，樂迷投票比專業評判嘅分數決定更大啊。第二就係從一個頒獎典禮出發，設計俾樂迷投票嘅獎項比專業評判決定嘅更多。第三就係一個城市出發，整體而言啊，樂迷投票比專業評判決定嘅頒獎典禮數量更多啊。我方指出就評判俾人質疑專業性，其實係冇辦法㗎，好似辯論咁啊。評判往往都係嗰幾位，當你輸比賽嘅時候就會話啦，對面有教練同埋個評判室嘅。例如啊，2018年啊，評審團之一嘅陳建奇啊，同時都係多家唱片公司嘅音樂總監啊，公眾對其評選嘅公正性質疑啊，其實係對個選手最大嘅傷害啊。明自己好努力、好出色，就俾人話名不副實啊。相反，我哋唔係話唔公道嘅情況唔可以樂迷投票嘅時候出現，但係有機制去處理啊。比如話實名投票啊，退一步講啊，哪怕唔公平，起碼公平個小圈子啊嘛。第二係唔理解頒獎禮嘅主要作用啦。我方主面講過啦，頒獎禮嘅定位係有商業元素㗎。其實韓國亞洲音樂大獎等頒獎典禮近年嚟都越嚟越流行嘉年華式啊，就係希望現場觀眾同埋睇直播嘅觀眾投入啊。一個頒獎典禮目的就係話題性啊，談到現場氣氛，樂迷投票為主，一定係比專業評判好㗎。MTV 歐洲音樂大獎大部分獎項都是由樂迷選出㗎。2020年全球範圍內吸引了超過200萬觀眾睇啊！而香港叱咤樂壇頒獎典禮更加係本年1月1日凝聚香港人一起睇嘅年度盛事嚟㗎。想挑戰我方同學，專業評判嘅頒獎典禮有冇咁大嘅商業價值同埋吸引力呢？例如近年走紅嘅 Miwa 以團體組合出道啊，主力歌手。單曲亦都多次揚威頒獎禮啊！有別於過去嘅單場情歌、慢歌嘅香港樂壇得獎者，注入咗新嘅元素啊！話佢哋唱歌好唔好聽，其實好睇個人喜歡嘅啫。但成個表演同埋公眾互動程度真係做得好好啊！樂壇頒獎禮唔單止係評緊邊個單單唱功好啊，因為樂壇頒獎禮係一個娛樂產業，好似電視台、電影咁樣，都係面向大眾噶。歌手樂隊想要令自己人氣高，佢哋知道唱功只係其中一個考慮，仲有其他元素噶，例如舞台駕馭能力啦、聲味都應該係得獎者。能否得獎嘅關鍵嚟㗎？想簡單問有分同學，如果樂迷投票選最喜愛嘅歌手係 MC 張天賦，但專業評判決定嘅係唱功深厚嘅 MC 肥媽，你哋認為樂迷會唔會更加中意投入去呢個樂壇發展呢？最後想問有分同學，如果頒獎禮嘅獎項樂迷決定嘅發展對樂壇發展咁大多個好處，咁點解去年都係沿用住樂迷決定為主嘅心態呢？多謝各位。
甲方以雇用時3分14秒無超時無需扣分。到二副簡單咁歸納有方今日兩大錯誤，一有方認為多元性，多元性係代表要俾粉絲去投票，但有方點樣論證粉絲就係多元性咧？佢話 Lady Gaga 攞到獎就係多元性啦。啊，嗱，首先點解 Lady Gaga 攞到獎就係多元性？有方冇解釋過。再者，有方今日喺公辯話咩啊？話原來人啊粉絲多咧就可以攞獎啦。咁既然如果係嘅話，咁其實一啲小眾音樂，例如古典啦，例如鄉村音樂，佢同樣冇粉絲嘅喎。有可能係咩？你哋世界裏面佢哋係攞唔到獎，係佢哋係唔包括多元化入面嘅咧。嗱，再者，其實我哋要評論要多元性，層面要聽更多種類嘅音樂咧。咁其實專業評審唔係聽更加多種類音樂咩？有唱片騎師話過，佢哋係會因為3個鐘頭嘅節目而聽9個鐘頭嘅歌。咁點解有可能依個又唔係種，依個又唔係專，依個又唔係更加多元化咧？但唔係我有可能話。誒咁佢哋咪變得好，淨係聽嗰啲咩肥媽啊、咩 MC 啊？有分龍台，如果你淨係聽肥媽 MC 嘅話，咁專業推介嗰啲全部都係肥媽 MC 啦。點解會有林家謙？點解會有 MC？ 點解會有張天賦啊？可能都不如解釋翻先。嗱，再者啦，點解嗱有分龍都話過第二啦，有分龍都係錯誤，就係話原來要搞原來頒獎典禮要俾樂迷投票先可以吸引到啲人睇。嗱，咁有分龍今日嘅頒獎典禮嘅作用係唔係為咗攞？係咪為咗賺錢咧？其實唔係噶嘛，樂壇頒獎典禮嘅意義係為咗賺。是為了讚頌那年唱得好的歌手嘛，為什麼會變成在有方眼中吸引歌迷，是吸引那些粉絲去付錢到他的頒獎典禮呢？再者，為什麼今天頒少一個獎呢，就樂迷不會看呢？今天專業推介都同樣始終根本都不是姜圖的，是不是沒有姜圖粉絲不看啊？再者，其實我們今天看到格萊美奧斯卡這獎同樣都是沒有粉絲參加，為什麼依然都會有這麼多人留意呢？可以其實有公信力的獎項呢是都可以吸引到人參加的。其實呢首歌咧，有方人都知道，佢製作過程十分繁複㗎，係包含曲詞、編曲等等啦。有方人都知道啊，嗰啲樂迷根本就評價唔到啲獎項啊。但係其實唔單止幕後嘅獎項啊，佢哋甚至連一啲歌手唱得好唔好都分唔到啊。咁咯，你話唔係喎，姜圖其實佢都唔係淨睇努力啊。但係姜圖佢係可以喺叱咤嗰度74秒就音14次，甚至落台數，有方人都覺得咁樣係一個表演好嘅項目咧。今日唔係話唔可，今日唔係一粒音都唔走得啊。而你今日走音走到咁誇張，係咩？有方人眼中佢哋都係一個好嘅歌手咧。嗱，即使今日樂迷覺醒，原來對音準咧。質素都是有要求，但頒獎的目的是不是只是服務觀眾的口味，追逐潮流呢？白展玲已經警告過台灣的樂壇，應該音樂人是對下一代人的音樂品味負責任的，所以不單要堅守水準，樂壇更不可以迎合這代人，不可以只是單一地迎合這代品味。畢竟現在流行音樂，其實10多年前可能都只是小眾的音樂，樂壇需要不斷的更換。如果今天只有最成功的男團全部攞曬獎，全部都是 Mirror， 全部都是 Lady Gaga 的話，而不給機會當下有才華嘅小眾發揮，我曾經會原地踏步。今日流行嘅曲風可能10多年之後都係流行緊。嗱，因此啊，我哋今日更應該俾有才華嘅音樂人提升知名度，俾大眾認識。多謝各位。粵方以配用時3分04秒，無超時無需扣分。Lady Gaga 嗰時只係個男本歌手，但係樂迷投票令到佢變成熱門歌手喎。照翻有方咁講，咁係咪學校嘅頒獎典禮就係為咗賺錢？有方同學，其實樂壇頒獎典禮佢有商業元素，你承唔承認先？係啦，可見其實學校嘅頒獎典禮唔可以同樂壇嘅頒獎典禮類比。嗱，再問有方同學一次，係咁你話 Lady Gaga 攞獎就代表係多元性，咁鄉村音樂、古典音樂係唔係多元性嘅範圍入面？
有方同學好強調過好多次，我哋分為三個層次，你依個只係我哋第二個層次嘅其中一個啫。不如你解釋下你嘅層次點樣令到呢啲獎攞獎啊，令到呢個攞獎啊？從第一個第二個層次咧，就係從一個頒獎典禮出發，設計俾樂迷投票嘅獎項，俾專業評審嘅決定咯。所以咧，入方嘅世界中都係樂有人氣嘅歌手橫掃曬所有獎項㗎。好啦，問有方同學啦，係咪咧中意嘅歌手冇攞獎，樂迷咧就會唔投入樂壇㗎？嚇？嚇？咁既然冇問題，咁點解唔俾專業評判投，咪更加有公信力咯？專業評判咪就真係冇問題嘅先。係冇問題啊！我哋今日成條線都講緊冇問題喎。有冇同埋專業評判同歌手嘅關係點算先？咁唔通我咪就冇問題咩？有冇同埋我講咗樂迷係可以實名投票噶嘛？嗱，咁既然冇問題，咁我可以睇得出其實咁係咪如果有問題嘅話，係咪格林美奧斯卡冇人睇啊？有冇同我已經講過第三個層次，呢啲只係其中一個。所以有方同學不斷攞層次，我完全聽唔明有方同學嘅層次係咩，方同學都冇解釋過。嗱，再者，所以其實我睇到奧斯卡格林美有人睇，證明公信力係有用嘅。嗱，再問有方同學係唔係係咪嗰啲有出名歌手就可以橫掃全部獎？有方同學有專業評判嘅獎項，甚至係頒獎典禮都足夠，因為呢啲係參量指標嚟㗎。問翻有方同學啊，咁係咪你想唔想樂壇頒獎樂壇變得咁蓬勃咧？嗱，有方同學歸納翻有方同學先，有方同學都話咧，中意嘅歌手冇攞獎，唔代表樂壇樂迷唔會投入噶。咁我問有方同學啦，有方同學話評判會偏頗，但係咪今日在場如果係三位評判投票俾你方，係咪就代表佢偏頗樂方先？大哥，你實力好啫嘛。嗱，咁咪真係證明有方同學啱啱陰謀論咯。佢哋話總之評判投嘅方就係偏頗樂方，所以咧評喺評價都根本唔存在小圈子嘅存在。嗱，所以問翻有方同學啦，你話樂迷，你承唔承認樂迷會出現偏頗同埋半票嘅情況先？有方同學已經講過，我哋有實名投票制噶嘛？嗱，而家叱咤係咪實名投票制先？叱咤係由一啲電台 DJ 揀噶嘛？唔係咁樣，咁佢有我最喜愛噶嘛？咁我最喜愛嗰啲獎係唔係實名登記啊？係啊。嗱，可見有方就變係完全唔理解，其實係唔係嘅。嗱，咁所以其實嗱，再問有方同學一次，係唔係越出名歌手就可以攞到越多嘅獎？佢哋實力點啫嘛？所以咧，係有方同學，所以咧有方同學唔單止唔了解別人。好啦，問翻有方同學啦，如果一個有方同學，你認唔認為，如果歌手咧淨係覺得佢努力就投俾佢呢樣嘢係冇問題先？有方同學既然覺得唱功咁重要，咁點解唔係林峰啊、譚校長、肥米已經攞曬獎就得啦？如果佢哋喺專業推介攞獎，可以啊？嗱，問翻有方同學啦，你有方同學麻煩答翻我個問題先。咩問題？如果歌迷覺得佢努力就投俾佢呢樣嘢係咪冇問題？係啊，所以有方同學嘅樂壇咪唔睇佢唱歌唱得幾好，走音走幾多次都冇問題，淨係睇佢個樣好唔好，努唔努力啊？咁如果單靠唱歌嘅話，係咪唔使理樂迷嘅意見？咁點解唔直接取消個頒獎禮去揀一個比賽咧？唔係唔理，只不過係為主之後，我依然可以有我最喜愛㗎，只不過應該由專業評審為主咯。咁學校嗰啲交俾專業嚟整咪到，嗰啲我最喜愛交俾嗰啲觀眾嚟整咪到咯，而家要全部搞曬，唔係大部分全部變成專業咧。咁我最喜愛俾樂迷為主咪多，點解要樂迷專業為主嘅？咁嗰啲係小部分啊嘛，學校嗰啲每次都係小部分啊嘛，我最喜愛全部都係交俾嗰啲歌迷去投噶嘛。但係你連今日最佳男歌手嘅標準都唔係，你今日連樂迷評選唔到最佳男歌手啊嘛？你今日評選嘅準則係靚唔靚聲、努唔努力啊嘛？風樂唔係覺得咁樣評選一個最佳男歌手冇問題啊？有冇同學文家軒靚唔靚仔啊？唔靚仔。咁佢都攞獎喎，咁咪證明係專業評審應該咯。佢咪就係我最喜愛就攞唔到獎咯。佢喺專業推介攞獎，所以咪證明咗佢係靠唱功攞咯。咁冇問題啊，風樂。有冇同學2011年蘇永安憑住打碎叱咤攞咗叱咤十大同埋專業推介喎？蘇永安好靚仔咩？即七十大係由專業評審評，咁冇問題啊！啊，今日條辯題係為主啊，咁其實咧，我哋我方主都講咗啦，對於最佳編輯終身成就獎咧，專業評審係有決定權。嗱，有冇人如果要按靚唔靚仔、努唔努力去評，咁點解唔參加選美比賽啊？咁佢靚嘅先有人聽佢哋唱歌啊嘛。哦，咁係咪即係林家謙冇人聽佢唱歌啊？靚仔依家好睇主觀㗎咋？咁我都知道靚仔係睇主觀，所以我咪投票咪唔客觀咯，咪亂咁去投咯，所以咪有半票情況發生咯。有乜認唔認同啊？咁其實咧，所有靚仔嘅歌手咧，
以咧，佢哋都係有專業嗰、那個專業素質嘅，所以佢哋唱歌都唔會好差嘅。你諗下，如果咧你靚仔，你五音不全換頭嚟先。嗱，有乜學？你係咪覺得居豪好有專業素質啊？係啊。走音十四次係咪專業素質啊？有冇同你講單憑一次嘅測測，我彈巴掌鍵喺入邊嚟睇佢係咪有專業素質㗎？佢就係喺度掃，我係咪都好有專業素質啊？我強調過，有冇同唔可以睇一次巴掌鍵而睇佢係咪成個全程都有專業素質㗎？越方時間用盡，越方上餘，越方時間用盡，越方上餘十秒，可以睇出一位辯員在。有冇好奇怪啊？一直都係淨係用姜佢個例子，因為佢就係知道一層巴掌，淨係用講一層巴掌咧。其實姜圖成個演嘅成個角，但係其實姜圖佢係淨係講一場嘅巴掌演係冇用嘅喎。香港活躍樂壇只有娛樂圈，主席評判在座各位大家好。以上係嚟自 Beyond 粵語唱王家駒講嘅，佢呢度擁有才華嘅音樂人，由地下樂隊轉為大家罕知佳聞、家之罕聞嘅樂隊，但成名之後發現大家只關心佢嘅私生活，而唔係音樂本身，所以喺30年前。向公眾表示咗對樂壇嘅失望。諷刺嘅係，喺2000年嘅叱咤頒獎典禮 ，Beyond 獲得我最熱愛嘅團體獎。但嗰一年 ，Beyond 嘅成員解散，一首新歌都冇，顯然公眾咧係冇從黃家駒嘅説話當中吸取教訓。反觀當年嘅叱咤專業推介獎項，一個新興嘅地下樂隊 LMF 佢獲得金獎，而佢憑藉住大冷堂打入咗十大專業十大，佢哋開創咗。同 Beyond 唔同嘅搖滾風格，成為新一代嘅標誌。呢個頒獎典禮可以見得出香港樂壇係幾落伏噶。大家中意 Beyond 嘅反叛，但一直都係以名氣為先，只關心最出名嘅歌手同埋組合，力唔乜到獎。但係有冇啲有實力嘅新興嘅小眾嘅音樂人，大家完全唔留意。進攻全場有方法下兩大問題：第一，有方立場奇怪，有方同佛同我哋講話，有更多人關注，更多人聽，就應該由樂壇頒獎。但係咧，我方都講過，國內美大獎啦，冇樂迷參與啦，都可以有好多人睇。有方都解釋唔到，可見有方都知道專業評審選出嘅獎項都可以有好多嘅關注度，好多嘅話題性。其實講到尾，有方咧就係、最大嘅問題都係態度問題。有部同學咧就會覺得話，樂迷咧係一定係客觀嘅，專業評審咧係冇標準咧，一定係年老嘅，佢哋就會主流同埋會根據主流同埋保守。但其實咧樂迷咧都係會根據主流嘅，就好似姜圖佢哋唱歌咁，樂迷都係可以因為佢覺得佢靚仔或者係有其他嘅因素就去投佢嘅。但咧而家咧都有好多新嘅歌手咧做呢個評判啦。如果齋憑靚唔靚仔嘅話，林家謙點解仲可以喺呢個叱咤
現翻個真正嘅樂壇。歌手咧就唔再係諗時間咧點樣去拍廣告、上綜藝節目同埋化妝跳舞，而係真係諗下有啲咩新嘅樂器可以為歌曲伴奏，要點樣編曲寫詞。受歌想表達咩嘅信息，同我哋流露啲咩嘅感情，所以我哋更加需要啦，把握住樂壇頒獎典禮，更加要把握近年大家對廣東歌重拾關注嘅呢個時候，利用呢個咁多人留言嘅平台，去呼籲一啲寂寂無名但有潛力嘅新人，而唔係成為一個大型嘅商業聚會，俾一啲原本賣好多廣告、好出名嘅藝人再出嚟賣廣告。否則，一班小眾嘅音樂人或者默默耕耘嘅幕後製作人，眼見自己冇機會、冇人賞識，就去離開樂壇，正正係唯有通過呢一班專業評審，可以放低成見，以事論事，在質素上把關，亦有黃家駒的勇氣，那種身為搖滾樂手反叛的主流的勇氣。2000年的專業推介，有眼光地發掘了當年被社會視為異類的 LMF， 相信是20年後專業評審都可以有這個勇氣去反叛主去反對主流，為樂壇帶來新的創造力。多謝各位。最多見面用時3分42秒，好超時，無需溝通。最後由政府公布，你有4分鐘時間。謝謝各位。那些年粵語流行曲，可以話係世界樂壇其中一個最亮、最閃亮嘅星星。但由80-90年代開始，廣東歌慢慢吞噬。前幾年，香港啲人可能都唔聽廣東歌啦，歌手嘅作品大減，甚至有人話香港樂壇已死。到近年來，男子組合 Mira 嘅出現，再加上林家謙、陳雷等不同風格的歌手出嚟，令不少的歌迷見到希望。樂壇回歸基本，其實就是聽歌和唱歌的人共同寫一份愛情故事。歌迷有一首歌認識一個歌手，然後每天愛你多一些，卻解釋不到我為何偏偏喜歡你，到最後只是為你鍾情，默默支持。而歌手呢，由合唱歌手這條路開始，他們就希望 歌迷對他們一生不變。今天我們的辯題討論緊哪種模式為主，但其實我們討論了這麼久，我們雙方最大的分歧就是位於一個理想樂壇型構想。有方今天由主持就開始說，歌迷如果投票就會只是看樣，就是看努力，還有覺得即是音樂素質會降低，但你們怎樣確保大部分都是看樣呢？還有如果你一個樂壇你不去賺錢，那你不如去開音樂比賽啦。同埋佢哋講專業評判可以提高音樂質素，我都唔明點解有方眼中嘅音樂，有方眼中嘅專業唔係完美。我方肯定專業嘅評判嘅專業性，但係音樂嘅好聽同埋唔好聽，係咪真係有個客觀嘅標準呢？以前啲人中意聽啲傷感嘅歌，但係今日啲人可能中意跳舞，一路唱歌一路跳舞，甚至係未來更加多嘅風格。而今日嗰啲評判到底用咩準則而去測量一個進步緊嘅產物，咪一定比過去差呢？如果我係陳奕迅，呢句説話太強人。但係隨住更加多嘅歌手出現，今日嘅樂壇已經唔係一人之境。歌手、唱片公司擺喺成個樂壇嘅台前幕後，其實都知道，原來他不夠愛我，原來我坐在後備座，正正係符合觀眾嘅喜好而去改變，繼續連接歌手同埋歌迷。樂壇和功夫都是兩個字，一橫一直，一高一低，啱口味上台攞獎，唔啱口味唯有拍獎。可能你會話點解佢唱得咁差都攞到獎嘅？但係依家嘅評判機制都會出現呢個問題，所以我哋今日係揀一種有利於成個樂壇更為健康嘅機制。喺我方眼中，專業有就夠，未必要成為主流。對於歌手，到底一生何求？就是提高知名度，作品有人欣賞。比你是歌手，你是希望有個音樂人的肯定，這個是成張歌迷陪你走過高山低谷的。當樂迷可以透過投票的方式決定樂壇的走向，歌手才可以因應市場真正做到任我行。而歌迷呢，透過頒獎禮不需要再紅著嘴說愛你，可以大聲地這樣叫出來，用選票告訴歌手聽全世界聽他們喜歡什麼音樂，鼓勵創作人的回應，真正用作品說話。在香港的辯論界，其實過去都有一個問題探討的，是應該走向專業還是普及呢？
當我三位評判已經確保咗比賽結果嘅專業，但係當我走向專業，要用好多套語講咩都係友方同學，全場都係用辯論嘅口吻嚟去表達嘅時候，咁樣係咪真係好呢？辯論呢啲係小眾嘅，但係音樂咧係你同我共同嘅領域，越專業就變得越專業。作咗各位三位評判黃沾、顧嘉輝嘅成就係唔需要任何專業人士去定義，哪怕佢哋今日個歸塵土，每個人應。每個香港人都會認同你像那銀河星星，有我默默愛過。多謝各位。辯論時3分50秒，無超時，無需扣分。比賽嗰一段落，請大家喺原位稍等一陣。那評判最佳辯論員需要額外評分，請每位評判只需喺今日8位台上辯員中選出表現最突出嘅3位。咁咧就因為我以前去嗰場比賽，因為有10場，咁所以咧我好多時候都係佢哋用我講先咁樣。咁啊做下宣傳先。我覺得有幾樣嘢係你哋今日提到辯論格嘅。咁第一咧，我就認為咧老嘢咧就專業啲嘅，即係其實你望下今日洪 Sir 喺度咧，都係辯界其中一個後生嘅後起之秀，佢都好專業嘅。即係我唔會覺得年齡咧。係同呢一個專業有關，咁呢個我覺得第一個係我哋可以睇。咁第二個就係咧，利益申報啦，我即刻覺得姓鍾學嘅教練嘅，係咪？咁啊，大家好驚啦，所以唔需要擔心啦，變超聯有利益申報制度噶，即係每一個評判都利益申報咧，自己同識咧，同埋俾唔俾到分咧，要交到個判準咧，其實係有評判名冊上面見得到噶，咁所以都唔需要太擔心。不過咧，大家今日就討論幾多問題，就係究竟評審同埋呢一個。頒獎禮當中裏面究竟同即係有冇關係呢？咁呢個咧，我覺得係甲方今日可以再講多少少嘅地方。點講咧？我自己個人而言，我覺得咧，辯論比賽裏面評判同人識唔識嗰個利益關係咧，應該就冇頒獎禮同學壇嗰度講到咁大嘅。咁但係咧，我覺得其實今日雙方要處理一個問題就係咩咧？就係處理究竟你哋點樣睇學壇頒獎禮？究竟學壇頒獎禮係咩嚟先？如果你能夠可以好早話俾我知道呢個價值觀個位點樣落咧，其實對你嗰條主線推進係會好多。其實今日雙方係好割裂嘅，即係正方就會甲方會覺得我談頒獎禮咧，其實係一個商業元素，其實係同學民連結，要推動一個嘅學壇嘅產業，所以咧佢係一個商業化嘅機商業化而出現。粵方嗰個講法就相對嚟講咧係比較。藝術性質多啲嘅，即係究竟我哋點樣睇唱功，我哋點樣睇咧？究竟嗰、那個即係連阿欣兒嘅，即係我都原來冇睇完。阿欣兒唱呢一個嘅《仙曲雲鏡》咧，最尾嗰個呼吸聲咧，我哋都要睇下究竟係點樣去評審。咁跟住咧，你就會提出咧，姜圖啊、Anson Law 咧走音咧，其實咧23次，其實咧就好唔適合啦。咁我就會問啦，咁你哋擺出咗兩個唔同嘅價值觀啦，咁你要話俾我知道，點解你覺得學壇頒獎係商業化多於你哋所講嘅藝術性，或者調翻轉，點解你哋嘅藝術性係多於個商業化？但係如果其實雙方其實冇再做比較，你只不過喺你嘅論點裏面繼續落就係、是、點解學迷好啲，點解專業評審好啲？但係其實個前提你話俾我知，點解你覺得商業化係凌駕藝術？我會問緊一個好問題嘅就係、是。兩個問題啦，第一個問題咁大家雙方嘅角度咧，第一我冇 pack 我自己嗰場比賽咁，咁第一個問題今日聽嘅時候就會問啦，
咁如果你覺得樂迷好啲定專業評審好啲，可以係個強度。其實可唔可以調翻轉去諗？其實兩個之中邊個咁差？即係樂迷做都可能有差，不過專業評審可能做更差，或者專業評審做更差，不過樂迷更差。點解我會問呢個問題呢？其實今日甲方有一個位係乙方冇察到，乙方有位，乙方有位甲方冇察到。第一個問題就係利益輸送。今日如果由專業評審去審，其實嗰班人有機會係一個產業上面嘅合作。你點樣確保呢一個嘅利益輸送唔會出現呢？或者一個咁主觀去審理音樂嘅時候，點解專業評審嗰個評審就等於係係叫藝術嘅專業，一定同你拗撈咯？點解大眾嘅口味唔得？點解你哋話點解努力唔得？其實努力可以同一個部分㗎。你哋話我點解努力唔得？點解唱功要係為主？呢個冇解釋。但係調翻轉頭，甲方你都冇解釋到一樣嘢，就係點解我哋唔可以睇唱功？點解一定要大眾為先？點解一定只可以睇努力，可以睇其他？所以變咗咧，其實喺個比賽上面個分水嶺咧，冇一個好大嘅對立點，大家只係不斷講緊自己嘢。變咗我喺評分上面，我就覺得你哋冇交通嘅話，我好難去處理。我覺得甲方裏面，我覺得有個比較蝕底地方咧，我都明嘅，即係可能主辯咧就比較深。咁但係作為評判，我都唔係好 mark 得到你嗰個論點。其實去到後面，我先要聽你澄清。咁所以都真係甲方要諗清楚喺個主辯上面，如果你係言冇咗嘅話，嗰個係要講要清晰。而乙方又調翻轉，你哋開頭好清晰，但係後面就冇跟進。咁變咗喺個分子上面就會係一個，即係甲方究竟追唔追得翻前面嗰個分，乙方究竟守唔守得住，就係一個好關鍵。另外一樣嘢咧，個人而言，我評審準則係有講得好清楚。雖然今日換獎話我想有啲少，我覺得乙方有樣嘢我唔係幾，我覺得可以做得好啲。我覺得辯論是一個有風度的辯論，我覺得台上的辯員有些輕佻，如果你們不覺得可以回去看看自己的片，我覺得由答辯開始到自由辯開始，我覺得有些過度的輕佻，而那個輕佻是我會覺得有些少可以答十點的那些，我個人感覺，這個是我很個人感覺，即有些人可以覺得，我覺得輕佻 是一個你們的風格，我覺得可以，但係我會諗嘅就係，當我哋要去推廣辯論嘅時候，或者個辯論教育係重要嘅時候，爸爸媽媽係咪覺得我博在係叫好，我哋唔想係。咁究竟係咪有啲嘅表達可以修飾得好少少個態度，我想你點樣？我覺得呢個可以諗一諗，係嘛？咁我依度上人係有求於人嘅。咁啊，最後如果你問我嗰個判準係邊啦，我判準好直接嘅啫，就係、到最後你嘅勝利率點樣幾多，接受咗雙方之後，即係雙方挑戰人，你剩翻幾多嘅？咁我覺得。這個會是今天的關鍵。咁從內容上面，究竟大家點樣睇同班長，我覺得可以講少少。咁主要係咁，我嘅評語係咁。多謝大家。去到後場的那個演繹，幾乎清一色都是批評樂迷的。
大力咁樣褒揚咧一個嘅專業評審啦，咁就講到好極端啦，咁所以就基本上已經唔係為主啦，而係開始係由你哋所講嘅嗰啲，即使係少數嘅獎項係啊，我最喜愛嘅男歌手，啊咁樣選咗出嚟咧，都係一件好差嘅事嚟嘅。其實嗰啲獎咧都唔應該係由咧呢個樂迷選嘅。咁所以咧，你哋嘅嗰個結論咧，其實就唔係由專業評審選為主喎。而係咧，應該全部嘅樂壇嘅頒獎獎項咧，都應該係要係由呢一個專業評審選。咁所以咧，我會覺得咧喺主線上面嚟講咧，係甲方佔優。咁跟住咧就係、是、即時嘅回應上面啦。即時嘅回應上面咧，我同意頭先評判所講咧，就係、是、雙方咧都係比較自説自話。當然啦，你哋有一啲即時嘅回應咧，係捉對方嘅字眼。但係咧，你有冇深入去討論對方嘅論點同埋主線咧？其實咧就係冇乜嘅。咁我舉幾個例子啦。第一個嘅例子咧，頭先評判都有略略提過嘅，就係、是、嗰個嘅利益輸送嘅嗰個關係。咁呢一個嘅評審，佢究竟係咪咁能夠做到公正？係咪真係咁客觀咧？譬如好似頭先評判都有講過，啊佢係識得呢一個嘅粵方嘅教練，其實粵方嘅教練。好多人都識啦，係咪？即係好正常的一件事，因為點解啊？因為呢個圈子好細啊嘛，係咪？咁所以呢個圈子嘅嗰個規模咧，導致到咧，其實係避免唔到咧，評審係會互相認識嘅，或者評審同嗰啲嘅參賽者唔係參賽者啦，嗰啲得獎者係會互相認識，係有一個關係喺度。咁喺呢方面咧，粵方咧就比較即係少不密去討論啦。咁你哋回應嘅部分咧，都係譬如喺公面嘅時候，你問出嚟嘅一啲字眼，係咪睇人氣，係咪睇努力咁樣？咁你得到呢啲關鍵字啦，哇！你就如獲至寶啦，然之後就大力去抨擊，哦，咁你都係睇人氣嘅啫。咁你只要有人氣咧，你就能夠咧獲得所有嘅獎項啦。而你個人氣點樣嚟啊？其實你都係睇個樣嘅啫。咁我覺得咧係太快樂嗰個結論啦。今日即係雙方喺歸納對方嘅時候咧，都係太快落咗一個結論，就係、是、即係仔細嘅聆聽就好少。只要你聽到對方講出某啲關鍵字就話，其實你都係咁諗噶啦。又或者咧，當你回應唔到嘅時候咧，就話，我都唔係好明白你頭先講嘅嗰啲嘢係啲乜嘢嚟嘅。但係你都係好重視人氣啦，你都係好重視錢啦咁樣樣。咁喺咁樣嘅情況底下咧，就唔係真係回應緊佢嘅論點本身啦。咁呢個就係喺回應嘅嗰部分啦。咁另外咧有一啲嘅呢個嘅港超聯嘅環節啦，即係同其他比賽嘅賽制都有啲唔同。咁可能同學仔都有所適應。譬如頭先明判有提到公辯同埋自由辯論嘅環節啦，我都同意咧，其實係有少少失控嘅嗰個狀態嘅，尤其是喺自由辯論嗰度。咁就當然啦，大家去參與呢個比賽好興奮啦，係咪？尤其是講嘅嗰啲嘅例子啊，亦都係比較有趣嘅。你見到我哋幾位評判都可能有陣時都樂在其中，係咪？咁但係咧，就喺嗰個嘅即係表達嘅嗰個語氣上面嘅態度上面咧，就要加以控制。咁呢個就係公辯同埋嗰個嘅自由辯啦。但係我覺得咧，其實喺個公辯上面咧，都已經係有進步啦。因為一咁啱啦，其實我係亦都係上次咧呢、這個嘅國德聖中學嘅嗰個嘅評判嚟嘅。咁我覺得咧係有進步嘅喎，因為咧你至少咧你會俾對方去回答你個問題啊，即係佢係有一個完整嘅問題係完整嘅答案係俾到出嚟咧，你先可以 stop 佢。咁已經係一個進步嚟㗎，咁但係咧喺嗰個語氣態度上面啦，咁希望下次都可以再改進啦。而喺嗰個嘅公辯同埋自由辯論嘅內容上面咧，咁正常嘅會比較亂係正常嘅，但係你其實應該有一個事先 prep 好嘅方向嘅。咁喺今日嘅嗰個嘅比賽裏邊咧，大家會數好多例子啊，然之後大家就會講嗰啲例子啦。譬如甲方佢不斷講嗰啲肥媽啊，又或者係Lady Gaga 啊，又或者係可能係之後就會講林家謙啊咁嗰啲嘅例子啦。咁就變成咗淨係討論嗰啲例子本身，咁就所以咧就會令到個討論咧越嚟越亂啦。
但係嗰個例子其實指向緊啲乜嘢咧？其實嗰個本質咧先係緊要嘛。其實佢個例子係一個輔助嚟嘅啫嘛。嗰個論點咧先係緊要。又或者甚至乎咧，你個劇突然咧一個嘅樂迷選出為主，同埋呢個專業評審為主嘅嗰個標準咧，先係關鍵。譬如可能今日甲方嘅嗰個標準啦，可能就係要好睇嗰個商業嘅元素啦。因為咧，佢會覺得咧，呢個先係符合翻咧頒獎禮嘅嗰個本質嘅。而咧，粵方咧就會覺得，唔係喎，音樂嘅嗰個本質比較緊要啲喎，佢本身係一門藝術嚟嘅喎，所以應該有雅俗之分，應該有水平高低之分。咁嗰個嘅水平高低嘅分別咧，對佢哋嚟講係好緊要。所以呢個嘅標準咧，先係比較緊要嘅。如果你哋只係流於討論各個嘅例子咧，其實係拗極都唔會拗得完嘅。咁呢個係。即係關於公辯同埋自由辯論嘅嗰個嘅部分啦，跟住咧就係一啲支持嘅位置啦。譬如咧喺今日台上嘅同學仔咧，我哋會見到多唔同風格嘅辯論團啦。咁你哋各有風格咧，其實係唔緊要嘅。咁但係咧，至少喺一啲位置咧要留意一下。我相信咧，下場比賽已經係可以改善得到。譬如你哋咧有啲嘅精神面貌咧，真係比較即係比較頹啊，應該咁講。咁就係答嘅時候咧，係譬如你係單字咁樣回答啊，跟住咧又係好似個表現係表現到你係愛理不理咁樣樣啊，唔係好重視你自己講緊啲乜嘢，其實講乜嘢都冇乜所謂嘅咁樣樣。又或者你哋出嚟嘅時候去講咧，即係你哋都會係唞大氣啊，會喺發言之前係長嘆一聲。即係好似好唔想出嚟講嘢咁樣嘅，又或者當你有啲內容講唔曬啦，跟住你就會忍唔住截嘴出聲，即係一聲，跟住就唉算啦，多謝各位咁樣樣。咁呢一啲都係即係需要經驗啦，即係呢啲嘅表現咧，當然唔會影響你嘅內容啦，但係佢會顯示到你咧，其實你唔係一個即係有自信嘅演說者。又或者你唔係啦，即係所有嘢咧係由你掌控緊嘅。譬如你嘅嗰個嘅發言嘅時間，你係控制唔到嘅，所以你被迫要截停咗啦。又或者譬如咧，你係好唔想出嚟講嘢，但我被迫要答咗個公辯冇計啦咁樣嘅。咁呢一啲咧都唔係一個理想嘅表現嚟嘅。咁所以我相信大家如果處呢啲位置嘅話，咁即係日後嘅嗰個嘅水平都會繼續提升啦。後面咧，你嗰三個層次咧，會越嚟越明白大家喺講緊啲乜嘢。而三個層次咧，這個即係對於我嚟講咧，會有一個問題嘅。雖然今日反粵方好挑戰。你所講嘅第二個層次咧，個問題就係講話，我哋講嘅係一個數量上嘅多元化。我嘅理解咧就是，譬如係一個頒獎禮入邊啦，譬如我用青春獎嘅例子，佢有專業推介，亦都有我最喜愛有樂迷投票。喺你嘅立場底下，就係專業嘅推介應該。係樂迷嘅投票，即係我最喜愛藍歌手，你哋應該要多個專業推介啊！我嘅理解咁樣，但其實呢個係點講咧？你係解釋唔到點，你係未解釋得到點解數量上入樂迷多啲喎？即係同一條問題，其實粵方都可以問：咁點解唔係應該專業評審嘅數量多啲？即係個比例上，例如話10個獎嘅，咁點解唔可以係8個專業評審，2個樂迷？又點解你哋又覺得係可以8個樂迷而係2個專業評審咧？其實呢個係冇一個直接嘅因果關係，所以我覺得你哋如果要提出，在數量上是單純由樂迷和專業去比較，其實你是很難去找到這論據論證，為什麼
個數量肯定係專業多啲，或者係樂迷多啲。反而今日會討論得比較多，或者其實咁樣直就係討論緊係個投票個比例上，究竟邊個佔重啲，邊個應該主導多啲咯。所以我覺得呢個層次上可以嚟解下，其實係咪真係必然要作為一個你主持或者你一個基礎咧？因為咁聽落，其實坦白講，一開始接收嘅時候咧，會有啲複雜嘅感覺。或者如果你本身就係想講，其實個比例上係要由樂迷去主導嘅話，咁可以乾脆啲講，定係由樂迷佔比例多啲就可以咁。而講翻你哋嘅兩個論點咧，其實我覺得兩個論點咧，最大嘅問題咧係你哋嘅例子應用上係不足嘅。譬如你嘅論點一係講話專業評審咧就會保守會主流，但當中嘅推論係啲乜嘢咧？呢個係有所欠奉。當然加上咧就係你個結果上係咪必然保守主流咧？其實你係冇一個好清楚嘅例子去解釋，其實啲專業評審真係保守主流嘅。但你去到後面有提到就係，咁唔通啲人選呢個 MC 同肥媽，咁MC我要將呢度唔通要 Maria 嗰個咩咁樣？咁但係唔係個頒獎啦，係真係頒咗俾肥媽啊嘛，係咪？你係講話如果頒咗俾肥媽會咁樣，係咪？咁所以你要舉出其實就係啲實際啦，點解過去啲專業評審底下會頒咗俾咩人咧？我覺得係值得深究。而你論點而係講樂迷去參與個樂壇，我覺得亦都可以具體化啲。我覺得我同意呢個論點，亦都係一個好重要嘅論點。但要具體化點講咧？我覺得用翻大家今日討論姜圖係一個好嘅例子，就係樂迷嘅參與咧，淨係就係投一票咁簡單。佢哋係會買電車，唔係即係落電車廣告，會落喺啲巴士嘅廣告，會買啲周邊嘅產品。呢一啲咧係推動成個樂壇，或者係商業化，或者係做一個做大盤數，或者係譬如好似韓國嘅樂壇咁樣，佢哋 GDP 一啲出口嘅一啲數據就好多。咁其實我覺得你具體化嗰啲，其實啲樂迷會點做咧？唔係嚟投票啊嘛，會落廣告，會買周邊產品，咁成件事咧就會具體好多啦。然後第二個部分咧就係你喺公面嘅時候咧，喺問同答咧都有一啲嘅問題，譬如喺問嘅時候咧，你哋會問咗啲比較即係啲對方一啲另外咧啲對方嘅私人嘅東西啦，我會形容就係咁樣，人哋中意聽咩歌，咁你又咁樣問得人哋嘅時候咧，人哋係可以好輕鬆咁答你，即係你問出呢啲問題咧，你就預咗人哋係會。好簡單咁去答到你就自己現象啦，所以可以問下啲問題係咪適合喺公面時候去追問對方。而至於答嘅方面咧，我覺得呢個有少少危險嘅，所以今日粵方係冇直接係唔係好能夠點出個問題，就係、是、有提到啲 terms， 就係個樂迷中意啦，或者個樂迷覺得佢努力就可以攞獎啦。咁嗱，我直觀咁理解就係我彈翻張美麗演藝，我相信大家都唔會反對嘅音樂質素係一個重要嘅考慮。咁如果單純中意或者係努力嘅話，呢、这個喺你哋立場底下會唔會俾粵方作為一個非常大嘅攻擊位？呢、这個係要留意，呢、这個係你哋可以再嘗試諗一諗嘅地方。而至於喺你哋立場底下咧，你如果要勝出呢場比賽，你哋有兩點一定要做到。第一點咧，你要嘗試去攻對方嘅專業評審咧，係好有問題。咁除咗你今日講保守主流要加多啲例子之外咧，我覺得你另一個唯一都可以講就係你頭先有提到一樣嘢咧，其實唔同嘅專業評審獎項咧，都會有好多嘅爭議，會有利益輸送啦，會有互相作弊。咁最簡單最直接嘅理解咧，就係佢哋評審嘅過程咧，係唔會話俾你知佢點樣評審。到最後你個結果係點樣評咧，其實你未必知道，因為佢真係唔會公布俾你聽。咁呢個唔透明嘅機制係咪代表緊佢哋真係用一個專業嘅評審咧，值得質疑？而具體而言咧，就譬如格林美獎咁樣咧，會俾人有我記得有個好似行政總裁係指控個獎係黑箱作業啦，就會投俾啲同自己有利益關係嘅啲藝人啦，譬如金曲獎咁樣，佢自己內部咧都會有啲決策嘅啲質疑。咁而更加重要就係其實你嗰啲唱片，即係你喺音樂係有啲商業化嘅活動嚟，即係譬如你嗰啲填詞人啊，其實你都會同啲唱片公司合作，咁可以去投票嘅時候，又可唔可以投翻自己啲作品咧？其實有好多嘅一啲專業評審嘅機制咧，其實可以質疑多啲，就唔好俾對方今日即使講到啲專業評審唔係好專業，但係都好似好專業咁，我睇落去咁樣。呢個第一個你要做到就係要攻擊對方嘅專業評審咯。而另一方面，你都要維護翻你自己嘅樂迷究竟點解佢哋係一啲即係合理人。咁譬如樂迷咁咧，你覺得最簡單就係一個即係一個簡單嘅理解，就係個基數上唔同咯。即係專業評審得可能得哦，頂盡咪三百幾四百個人，咁三百幾四百個人其實個標準咪少咯。咁咧樂迷好簡單，十八萬個香港人，七百萬種標準咯。即係你咁樣去理解咪即係呢啲係好直觀、好簡單，但係其實要講多啲呢啲，你會先可以維護到呢啲樂迷點解個推論上可以令到佢得出可能個曲風會多元咗，或者點解佢哋應該咁樣做？而到最後就係、是、我想討論一樣嘢，就係或者你可以討論一樣嘢，其實音樂係一啲社會嘅功能，其實佢想連結大眾。譬如我舉一個例子，有啲歌咧，佢未必係音樂技巧好高，未必專業，未必好專業，但佢嘅歌詞嘅內容咧係好連結到大眾，反映緊時代嘅啲歌曲。咁至於係咩歌曲，大家就自己諗下啦。係啊，
即係咁樣啦。咁呢啲個問題就係、是、咁，如果喺專業評審底下去，即係去去選人會唔會代表到出嚟咧？定交俾樂迷、交俾社會、交俾大眾先可以選出呢啲代表到呢個社會一啲可能實況嘅啲歌曲咧咁樣。咁而到最後咧，就係、是、其實喺業界方嘅立場咧，我覺得你哋都可以採取一個approach啦，未必係你轉面就講，即係可以同面講，但係其實樂迷咧同專業評審大家都係人，係人咧就大有主觀，所以你嘅專業評審咧有問題，我都唔反對我嘅樂迷咧，真係中意投票，中意中意佢靚仔。咁所以咁咪交俾大家一齊決定咯，咁咪冇問題咯。即係我覺得今日對於甲方嘅一啲評語，而對於乙方嚟講咧，我覺得今日最大問題就係乙方你哋不斷去攻擊樂迷，點解有問題？係攻擊得到嘅，我覺得。但點解專業評審就冇問題咧？呢個係我最大嘅問題。咁我覺得喺你哋專業嘅評審底下，你哋反而不問題不足嘅。我覺得你哋所提出嘅例子咧，我會有所質疑。譬如專業推介咁樣，你講嘅係識曬專業推介。咁嗰啲電台嘅 DJ 係咪啲專業嘅評審咧？我其實嗱，佢話就係專業推介啫，但係佢來來係啲唱片嗰啲騎師係去播音樂噶嘛。因為來其實佢可以同嗰啲唱片，即係同一啲唱片嘅公司咧係有利益嘅關係啦。啊，二來就係佢係咪真係跟啲專業人咧咁樣？咁呢個係值得大家去諗嘅一啲東西。而我覺得你哋應該係要將啲專業評審嘅門檻再提高啲，就唔係淨係騎師咁簡單。即係譬如參考格倫比賽啲金曲獎咁樣，佢哋係組成一個幾百人嘅評審團，有唔同嘅曲風啦，幕前幕後亦都有啦。而個評審嘅機制都係非常之嚴謹，由你去揀啲咩人入嚟，係要過你可能揀啲評審過係要發布咗一定數量嘅作品，去確保你資歷。而同時間你投票嘅過程咧，唔能夠公開你嘅投票意向啦，要先保密協議啦。人哋問你做啲咩，你都唔可以話自己係幫緊金曲獎嘅評審。而到最後成個過程係由一啲獨立嘅會計師去監督嘅時候。你咁樣講到呢個專業評審機制咧，你講到越專業咧，咁我相信專業評審比樂迷咧就更加越就更加唔同。而同一時間就係今甲方冇嘗試去挑戰一樣就係、是、你嗰啲評審機制都會黑箱作業。如果你又就講到就係而家評審機制已經好嚴謹嘅話咧，咁你相對面對嘅嗰質疑，或者轉翻可能入場咁樣，咁呢個面對質疑會少啲。然後更加重要嘅係，我想講兩樣嘢，就係、是、其實喺你嘅立場底下咧，可以講。我覺得有兩樣嘢值得講。第一樣嘢就係樂迷咧，佢去選今年嘅年度之歌啦。我相信咧，即係大家苦心自問都應該淨係聽過呢首歌，我就投呢首歌啦。有冇樂迷真係會聽曬個年度有15首歌，就聽足曬15首歌咧？我相信係有嘅，不過寥寥可數咁解咯。咁、那個問題就嚟啦，專業評審，譬如金曲獎咁樣咧，佢就成20,000+啦。我哋先不論20,000+佢聽唔聽得完，同埋係咪專業咁聽啦。咁但係 at least 佢會確保啲評審係專業。同時間會聽足曬20,000+ ，OK。咁但係喺樂迷投票底下咧，我哋聽過呢首歌，所以我就投佢呢首歌啦。其他歌連進入樂迷耳中嘅機會都冇，呢一票就係咁樣草草投出嚟，又合唔合理咧？對於其他嘅歌手公唔公允啊？呢個係值得你哋去諗多一步。而第二個諗法咧就係、是，其實啲嘢評審除咗係會聽所有歌之外，點解要聽所有歌咧？就係咧，佢有個問責性喺度，就係、是、你去幫一個主辦機構或者大會做評審嘅時候，其實你要簽一啲協議，要簽一啲 contract， 咁你係要確保自己係面向公眾，你個結果係會受人質疑，面向公眾啊嘛。所以評審係有責任、有義務去確保自己投出嘅一票係基於音樂質素而投出。但今日喺樂迷投票底下，佢係冇責任、冇義務去確保自己投出嘅一票唔係基於音樂質素嘅喎，佢可以中意音樂樣，中意。中意佢靚仔，中意佢唱歌，中意佢唱歌難聽都得㗎，冇問題㗎。冇人佢冇任何義務要確保呢樣嘢，冇人確保佢需要專業。大會亦都唔會盡力去撇除一啲同非音樂質素有關嘅東西，但專業評審嘅機制底下就會我哋會就算有問題咧，我哋都會糾正個機制，會剔除一啲唔專業嘅專業評審。咁呢個就係你哋可以講，第一就係講唔係所有樂迷都會聽所有歌啦。第二我就係講個問責性嘅問題，而我覺得有個例子咧係好天蠍河嘅，就覺得反方乙方咧，其實可以用嘅就係應該2016啊，唔記得咗，好似某一年嘅星出樂壇攞獎嘅優良歌手咧，係古天樂攞獎嘅。咁古天樂咧係演員嚟嘅，咁佢係即係佢有出過首歌叫《男朋友》啦。咁好多人都話呢首歌咧，即係好多人都話呢首歌係好多感情，咁但係冇乜技巧嘅。咁同埋佢最緊要係乜嘢呢？就係、是、當年古天樂攞獎嘅時候咧，佢喺得獎嘅嗰個感言係話其實我都唔係好識唱歌㗎。我覺得如果你哋可以攞呢個例子去講咧，咁成件事就差好多。
一個歌手，嗱，我相信由甲方或者乙方講都唔係好公允嘅，關於睇下歌手自己點講啦。我呢個自己嚇，我相信大家係演員都唔會否認啦。佢都唔係專注唱歌啦，佢行出嚟嘅時候要掹埋其他啲正屋企人一齊唱歌啦，同埋佢都話自己唔識唱歌啦。OK， 咁呢個例子就成件事好慘，除非甲方同你講，唔係，呢個係謙虛嘅啫。咁但係唔識聲啦，係嘛？即係大家明啊？我哋大家咁所以咧就係、是、即係你粵方可以講嘢嘅，而最後一樣咧就係、是、最啲姜圖一個例子，我比較 buy 甲方個原因就係、是、粵方話姜圖走音啊，淨係喺度掃，甲方就話你唔可以淨係睇一次 live 就斷定咁，我係合理啊，即係你冇理由要求每一個人每次 live 都就唔走音噶嘛，咁走音多咗咁可能即係啲錢咧有啲嚴重，咁但係係咪代表呢個唔係一個好嘅歌手咧？或者唔係一首好嘅歌咧，我覺得係值得深究。譬如佢鏡中鏡，其實我相信，即係我自己有睇過就係，其實呢個作品背後係有啲藝術嘅，即係有啲藝術嘅品味喺入邊，係一啲即係加咗啲嘢入邊，就唔係好現實。咁但係你有翻嚟睇下，其實即係我覺得就係你哋唔可以話就係佢嗰一下走音就等於嗰首歌作嘅本身係唔好咯，或者呢首就唔係一首好嘅歌咯。即係正如我唱嗰個唔好聽啊嘛，咁但係我冇理由我唱呢首歌就代表呢首歌唔好聽啊嘛。咁呢個係即係可以再進一步去諗，究竟如果你真係想講呢個例子，或者呢個例子本身合唔合當啊？二來就係如果真係想講呢個例子嘅時候，你要點樣去演繹到俾觀聽？佢真係唔係一首好嘅歌，但都照好多獎咧。呢、這個就係即係粵方要再進一步咁啊，評呢個大概就呢、這個。